嚟到尖嘴海旁啊，除咗睇海景之外咧，仲有地方都要你到噶喎，系咪先？系。呢个地方乜嘢咧？就系我哋身后嘅呢个星光大道啦。星光大道咧就有好多啲名人嘅手掌印噶喎，所以啲游客嚟到咧，多数都会度下自己手啱唔啱边个明星嘅，系咪先？你印象中有边个明星啊？我记得咧就曹达华嘅手印就同我啱啱好个大细嘅。我记得咧就于素秋啦、邓碧云啦，呢啲都系咧比较以前啊一啲嘅明星嚟噶，所以咧游客嚟到呢度咧就觉得好新鲜啦，同埋咧可以见唔到一个真人明星，可以见到个手掌印都好嘛，系咪先？嚟到呢度，我哋梗系要试下噶啦，系咪阿林？系啊。所以你想唔想而家即刻去度一度啊？我梗系想啦。好啦，我哋就去度下，除咗曹达华之外，仲度下其他嘢。嗯。星光大道系为咗表扬香港电影界杰出人士而设嘅景点嚟嘅，仿效咗荷里活星光大道。杰出电影工作者的名字和手掌印都会刻在特制的纪念碑上面，以年代依次序排列在星光大道之上。目前星光大道可以容纳100名的电影工作者纪念碑，我和阿林都赶不及要度下手掌印。星光大道还有很多展品，例如这个好像电影的菲林片咁啊，都好特别噶。做个拍板，你睇做得几真实。哈，我同阿林行下行下，见到个外籍游客，我仲邀请佢对住镜头同你 say hello 添。星光大道附近就最多外籍游客嚟影相噶啦，而且仲有好多摄影嘅专业人士帮大家影相添。得闲嚟呢度吹下海风，望住个海景倾下偈咁，真系好轻松噶。开心啊！嚟呢度除咗可以睇到海景之外，仲睇到好多艺人嘅一啲手印。睇到手印之余啦，仲可以识到好多外国嘅朋友噶喎、啊。好似啱啱咁啦，我同你啊，同一组外籍女士啦，就一路倾下偈啊，对住镜头 say hi 啦。其实我哋咧作为香港人啦，见到游客嚟啦，不论系我哋嘅内地同胞啦，一啲嘅外国嘅游客啦，都希望咧同佢哋打好关系啦，同埋介绍更多香港特色嘢俾佢睇噶。啱啱嗰个星光大道，你睇点睇啊？啱啱个星光大道，我觉得嗰条嘅走廊好特别咯。其实呢个星光大道真系好值得嚟噶，我哋仲快啲介绍俾我哋啲亲朋戚友嚟。呢度都系靓啦，呢度系一个好有价值嘅历史建筑物嚟噶。呢度嘅前身咧就叫做金堂底，系我哋嘅香港嘅富豪啦，河东细佬何金堂而命名嘅。我仲知道咧，呢一座嘅建筑物其实系糅合咗中西嘅建筑特色噶，咁就系好有当时爱德华时期嘅一个古典风格喺度噶。仲有啊，呢度系一个香港好少见到二十世纪初嘅建筑物嚟噶。经过多年的翻新啦，先令到呢度咁美轮美奂俾我哋市民参观嘅。同埋咧呢一座建筑物咧就系、是、香港最早期以钢筋同埋铺有室内嘅一啲电线嘅一座建筑物嚟嘅喎。咁同埋咧佢嘅翻新咧系尽量以佢嘅原貌
貌嚟翻新啦，跟住重新鋪翻啲金箔啊，令到呢度更加美輪美奐噶。好，我哋個觀眾咧睇到呢度咯，咁靚，我自己都暈下咁樣。因為呢度實在太靚啦，睇到咁多建築物啦，同埋一啲嘅展品啦，相信咧一啲嘅觀眾啊，或者一啲嘅參觀者咧嚟到睇完之後咧，一定有另一番嘅味道嘅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，咁就系咧，你知唔知道有一个人对我哋成个民族嘅贡献其实都好大噶？呢一个人咧，佢就结。